所在，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节到三十四节。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节到三十四节，我用台语的汉字本来读。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节，当山里的草今仔日伫地，明仔日要黑伫灰炉。上帝福音请教安尼，何况恁小心的人啊！所以我伫讲，阮要穿什么，要穿什么，要穿什么，因为这个拢是外邦人所求的，恁的天父也知，这个拢是恁欠伊的。独独先大声求伊的国甲伊的义，就这物拢要煞予恁。所以我伫为着明仔日挂路，因为迄个明仔日是要家己挂路。一日的艰苦，伫一日到命。第二位的圣经记载伫《罗马人书》第八章十八节、二十一节到二十五节。《罗马书》第八章十八节、二十节。因为我想现实的艰苦未堪比比拼所要显明到底咱的阳光。第二十一节到二十五节，是得五万人受造的物，也要得到超百脱离败坏的古树，来入地上帝的家里阳光的自由。因为咱知一切所造的物，到即时要得三个土地可叹，唔然安尼。就咱本身得到信心陶醉的轨迹的，也心内家己脱开，在听候圣灵做工，就是咱的身躯的赎回。因为咱得救是对恩望，若是已经看见的恩望，不是恩望。因为所看见的，什么人在恩望伊？独独咱若恩望迄个所无看见的。咱就吞论听候，咱即时咱要做伙来读今仔日的经句。今仔日经句是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三节一节，咱做伙用台语来读。读到大声求伊的国甲伊的义，就遮个民拢会受福。即时赞美，咱要请圣歌队来。